个厨房，到时候我们在这里打开它，嗯，这里打开它，对，这里呢还是装了个康塔，康塔好吗？它这边比较多一点东西放，对，这里还是装东西，对，到时候这里就不用装 island 了，也、yeah, 不要，不要 island 了，开。开一点就，对啊，就好。这个不要不要装装二楼，就这里面装一装装一一排那个康塔，上下上下康塔。好。那个冰箱还是在这里。对呀。做出那个花粉的之类还是在这里。对呀。炉头也是在这里。好。那 sink 在那边哈。sink 还是在这里。还有 counter。嗯，这个包袱位，因为上面呢还是有，因为有墙的，有个长的房间，它这里比较上力的，对，所以我就从这边拿过去了。对呀，这个很好，那这个都拿掉哈，都空的，好，拿到跟他这个柜子一样。嗯，这边也一样。跟这个柜子一样。我能够尽量打开开就最好是打开。好。尽量打开。好，好。其实打这么多就行了，下面就这里是这样。柜子。因为柜子在上面。下面也有柜子啊。对啊。下面柜子这样才上来。好。也、yeah, 这样哈、哦。嗯，这边呢就没办法了，这边呢还有，因为你已经有少抛这些东西，对，所以没办法，这里是还是留这么多少抛。Yeah. Yeah. 这样很好。Yeah. Yeah, very nice.那两个树可能拜拜了。哪一个？那两个城。哦不，这个城不会。不会。呀，好，把所有的都要掉了，线掉了，才能长回来。大概需要，我们有地方放，我们就搬走啊。不会，不会死了，很好啊。对呀，这个我们就将来，他们昨天在前天在一二三八居住啊，所以很多现在很多阳光啊，所以我们就种在那个可以晒太阳，慢慢长回来。我们让它健康一点才能搬。好，然后进来的人就你不用砍。呀、yeah, ，很好看。他说，越高越好，越宽越粗越好。Yeah, 这个真的好看。你这个 fir tree 长了高一点粗一点很好啊。Yeah, 那个松树是吧？这个哈 ，Yeah, 我不知道这个叫什么哈。